嘿，你怎么还不走？你怎么也没走呀？那个我没烟了，我手机也没电了，你可以帮我去买一包烟吗？可以啊，我帮你去买。去吧，去吧。喂，出来。不好意思，我也是顾云，这事我要去管定了。谢谢了。你该回家了。你咋了呀？没事啊，我送你回去吧。顺路。你怎么知道我家店的？没听过爱你的人天南地北都顺路吗？走吧。叶峰，老板叫你去办公室。好好好好。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还真是速度啊。老板，坐。野风特长拳击、搏击、泰拳、擒拿，你挺厉害啊。还好吧。恐怕你的简历上不是你的全部吧。老板，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看来这个所谓的老板也是那边的人。昨天晚上的事我已经知道了。野风，你受雇于谁？我们都是一路人，只是为不同的人卖命。不一样的是，我认人，你认钱。你究竟是谁？看来你不会跟我说。不过昨天晚上的事情，证明你至少不是我的敌人。好好工作吧，也好好完成你的任务。怎么回事？莫非他不是我的敌人？哎，对了，提醒你一句，家贼难防。家贼难防，莫非公司内部也存在着敌人？哎，对了，那个，我把钱给你。你们在干嘛？闲聊吗？没有，没有，我马上工作。比如，就给你买了一点茶。不要了，我不能喝凉的。叶峰是吧？我呢是后勤部部长黄磊，叶峰负责管理。这个整个你的单儿也有不断的什么的下班什么该怎么下班下了下了下了不拿回去吧。